敢不敢去足浴店洗脚，让技师躺下，你给他洗，干就完事儿了。兄弟们，就这家了，干就完事儿了，走。欢迎光临天元之道。那个足疗。那我这边做一下换鞋。换鞋是吧？好。你好，换下脚，试试询问。你好，就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今天我来给你洗脚。你帮我洗脚？对，我来给你洗脚。懵了吧？是消费者，你帮我洗脚。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我老婆每天工作特别辛苦，我想来这儿学学咱们的手艺，给她解除一下疲劳，所以说我今天想给你洗脚。我们这儿没有顾客给技师洗脚的先例。那我是消费者，你就迁就一下我嘛，是吧？我今天就来学手艺的，你坐这儿，我来给你洗。那好吧。你坐。A few more。 是这样按的吗？不是，是用这个指头点。这个指关节是吧？这个点这个穴位是吧？对。听说这个脚以后先放松，放松完了点穴。这就是点穴是不是？对。听说这个脚上的穴位是不是特别多？是的。我这样按的正确吗？挺好的。是不是还要这样去刮一下呢？刮一刮效果更好。我这样按，这样去刮，你舒服吗？挺好。挺好的。嗯。来，换这个脚。这样是吧？对。你看我今天学的怎么样？就是啊。跟我们比起来还差点，但是还差点但是给你媳妇按差不多。没问题了。没问题啊，那就没白来啊，学会了啊，学了一大半儿。你以后经常来。行。Nice， 兄弟们啊，已经解释过了啊，刚才我们是在拍一个段子。然后没有侵犯肖像权啊，这个视频可以上传吗？可以。行，谢谢啊。